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我们又回来了，继续到我们的TechIt 世界当中啊。上一集我们获得了一点食物，有一点煤炭啊，不错的开始啊。我们终于有了一些铁的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铁给烧掉，做成一个铁镐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先出去看看风景。对，我们还要去喂一只狗。我先看一下这个羊能喂不，搞不好能喂啊，活该倒霉。好啊，我记得上次有一只狼啊，本来想给它喂一只树枝的，然后它看也不看，回头就走了。现在我要找它在哪啊？这是一只很有个性的狼啊，我一定要拿到它啊！有个性的狼才是人类最忠诚的狗。啊，这巨草有点问题。总之呢，我貌似是找不到这只狼了。然后天色也要黑了，怎么天色这么快就黑了？算了，反正等一下我们家里有床，我们就去睡一觉就好了。家里还在烧铁，铁烧完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做铁镐了。做铁镐了，我们就可以深入地底去挖矿，挖很多很多很多的矿。好，现在有三个铁，我们做一个铁镐。这个游戏有一个 mod， 就是可以自动整理背包，你按一下 R， 里面的东西都全部整理好了。还有一个东西我没有做的，就是我们要做两个箱子，可以把我们的杂物都放进去，这在游戏里肯定是很必要的。好的，1.25 的版本中，你不可以通过双击把所有的木板都放在一起，挺麻烦的其实。好了，有两个箱子了，可以把不要的东西先放进去，比如说树枝什么，还有火药、羽毛啊，铁当然要的，石头也要的啊，这个就不用了，骨头等一下留着，泥土要的，泥土要的话，就比如说你填什么空缺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岩浆，你又没有桶，你直接用土把它，这样跳过去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有个铁镐，天色也黑了，那我们就先睡觉吧。那个梦真甜美，我好像梦到我好像挖了很多很多的油，花了很多的金，很多很多的钻石，然后做了一个大工厂，是个非常非常甜美的梦。废话不多说了，我们现在有11个铁，等这个三个铁烧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出去挖很多很多东西了。那个骷髅好像刚被烧掉了，看有什么东西掉下来，果然有个骨头，两把剑，为什么不会掉出弓来呢？是我人品不好我知道白天的蜘蛛肯定是不会惹我的，我现在就去试验一下。他们是友善的，但我可不友善。感觉经验值啊，白白的不要浪费掉。虽然我知道你现在很友善，但你之后会背叛我的，这我很肯定。有时候这些聪明的骷髅们、聪明的怪物们就会躲在这个树叶下面，然后呢就不会被烧死啊。算你聪明啊，但是没有我厉害啊。有5个骨头了，我们就可以保证肯定会有一个狗了。但是我到现在，虽然之前看到一个不理我的狗，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另一只狗。我语速放慢一点。一个骷髅还在洗澡，又是苦力怕，帮我把它给炸了。过来，好样的，滚过去。你走你，炸呀你！好，没炸死，太失败了。我知道了，那它游泳的话，它烧了之后马上就会被浇灭了。这是个聪明的骷髅。戴着帽子的骷髅，据我分析全是聪明的骷髅。这200公斤能不能捡上来啊？看来是不可以。我最讨厌，怎么又有一个骷髅？它刚白天而已啊。好吧，有可能是我错觉。看一下 ，Control 放大。哎呀，太快了。上一次视频我发现这声音有点小，所以又把那个游戏音效调低一点，又把麦克声音调大一点。结果我录完了，又要发现这个视频声音更小了，那我就崩溃了。
好，这个白色的东西叫大理石，在里面有个，也是一个很方便的金属方块，下面一点 copper 我把它拿出来，好，copper，copper 的话，你可以把它烧成粉，在这游戏里面有那个把它弄成粉的一个机器叫 macerator，可以把它弄成粉和 tin 在一起，就可以变成铜。变成铜的话，就可以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，也是非常有用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这个三个铁有了，煤炭有了，我们做几把火炬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下去挖东西了。这毕竟挖 Minecraft 嘛，也是都是关于挖矿的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下去了。再见，美丽的家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能活着回来看到你。好，这是我的遗言了，再见。7个牛肉应该在里面应该算够了，就我看一下一路上不要碰到太多怪物，下去，好，我觉得我绕了个圈，那好，我才不怕你，好吧，我承认我在打苦力怕这上面不是算什么高手，哎，下面有岩浆。对后期应该会挺好的。蓝宝石，蓝宝石的话，蓝宝石你可以用来做蓝宝石，铁镐、蓝宝石工具这一类的。但是那，它的速度什么的，就比如说你挖东西的速度和钻石镐是一模一样的。不过呢，它的那个耐久度就不如钻石镐了，这是个缺点。不过有蓝宝石的话，也算一个非常好的东西。我等一下就做一个蓝宝石镐，蓝宝石镐，蓝宝石镐，蓝宝石镐。之前我看了自己的视频，我发现优酷现在是越来越坑了。我18分钟的视频，它竟然要放我60秒的广告，放的广告呢还全是，我的世界由你来填满。什么这些游戏广告啊，带着一个非常不好的普通话啊，一个非常普通话说的非常不好的妹子的声音啊，所以她说发出来是妹子的声音，我没有说她是妹子，因为我不确定她发出妹子的声音是不是就是妹子，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人妖很多，你懂的，反正就是优酷它现在越来越坑了啊，你知道国外 YouTube 的话那。视频广告也有1分多钟的，不过，不，这是绿宝石，对不起，不过，不管它的视频广告长度有多少，你在5秒之后都可以把视频给跳掉，而且最主要的是，视频加不加广告都是你自愿的。如果你想加广告的话，YouTube 官方会给你钱的；如果你不想加广告的话，他们就不会给你钱，你的视频里面也不会有广告。这是，也有可能优酷现在正急缺钱，我们希望他以后就把那个有广告的这个不良的算什么呢？不良的，管他呢，反正就把这个广告能去掉就好了。不过看上去是不太可能了，因为现在优酷有个会员，里面主要一个特权呢就是叫去广告，所以他去掉是不太可能了。谁想要去广告的话？那会员一个特权就有了，就没有了啊？谁还想花钱买会员呢？这是吃力不讨不不不不讨好啊，不讨好。所以优酷啊，现在国内视频网站差不多都垄断了，不管哪个视频网站都有广告，不管是长是短。所以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改掉吧。是有朝一日，有朝一日。我语文不太好，有时候咬字不太清楚，大家见谅啊，见谅。木板放上去会被烧掉的，不管它了。为什么这么浅的地方就有岩浆刚刚提到有蓝宝石呢，我先做个蓝宝石镐给大家看看。我这个材质包用的是64层的，我应该也可以用128层玩的，不过。我看好像128层的，到后期就不会太流畅，所以我还是用了64层的。因为后期有很多很多的那些机器啊什么的，比较占内存。
我的配置的话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会上给大家的。配置这东西啊，今天用着还挺好，明天用着啊又觉得不好了，啊就这个样子。永远买组装机什么，不管买什么机器，永远不可以一步到位，啊，这实在是进步得太快了。哦，他们说过不要直线往下挖，啊，现在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。其实还有更惨的，我经常直接往下挖之后就到了岩浆里。比如说你挖了7个钻石，好不容易第一次挖到钻石，啊，眼睁睁看着上面写着你死了，然后钻石扑通一下到岩浆里了，呲一声就没了，啊，很多次都这样子。啊，那时候我就直接开到创造模式，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回来了。啊，比如说我挖到7个钻石，我就在创造模式里面拿出64个钻石，啊，这样就有理由了啊。不过我在这个系列中我不会作弊的，不管是不是掉进钻掉掉不是掉进钻石里，不管是不是掉进岩浆里了，啊，有可能说不定我也会作弊，啊，但我会作弊坐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，就比如说。啊，我录完视频之后，然后呢，我到了创造模式，不知不觉变出了64个钻石来。啊，那个你们也不知道，对不对啊？开玩笑了，我应该是不会作弊的。对，刚刚说的蓝宝石镐啊，到现在还没做出来一个。废话太多了，这是个死路。这腐肉啊，还是没有交出腐肉来，我还是想看出腐肉是什么样子的。然后洞穴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真是个小洞穴，差不多洞穴里面就这么一点东西。哎，我卡住了，啊，吓死了，还好没跳过来。完了，只能冲啊！好，这苦力怕有点傻，直接让我打。天啊！我在考虑我要不要换到和平模式。那和平模式就没意思了，不合观众的胃口了，对不对？两只苦力怕，两只骷髅，哦，他们开始对射，啊，我先不管他们，先吃个牛肉再说。上面有银啊，不是银，我总是把铁矿石充为银，金银铜这些。他们射死了，哦，冒死没了，哦。好，死吧，爽。这往下挖没有什么东西，应该没有，没看，没仔细看，这里没有，只有往下挖。这往下有2个苦力怕，哎，一个苦力怕把它解决掉。这是红宝石，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绿宝石功效都差不多了，都可以做成工具。但你别指望煤炭能做成工具，煤炭是做不成工具的，泥土也做不成工具。有一个 mod 叫屎 mod 啊，你可以用屎做成工具，啊，实在是非常的恶心。我有兴趣要下来玩一玩。剑，这样做个铁剑也肯定的要。滚！哎呦，这么多怪物。然后这上面红色是他脑子吗？不是脑子。啊，它掉下来直接是个普通的腐肉，完了，哎，天坑。好，总之呢，先做个蓝宝石镐，我到现在还没做出来一个，哎，真无聊。合成台，好的。我一直不知道在 Vegas 里面那些动态模糊怎么关掉，有知道的能告诉我一下吗？因为我在百度上找，也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，然后他们都是问怎么开动态模糊，啊，什么动态模糊比较好一点。不过我在渲染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动态模糊，也不知道怎么去掉。那看上去视频就是真的很动态模糊，因为我的鼠标动的挺多了，啊，一直是动态模糊啊。
啊，大家看到这个蓝宝石效率实在是非常的高，没有苦力怕吗？啊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油了，啊，获得成就没有吗？我以为获得成就了。啊，这个油的话，其实，如果要做核电站的话，那我还要先研究一些怎么做呢。大家也都玩过 BuildCraft 了，应该也都知道吧。我觉得工业二整合包和这个 Techie 的真是不能比的，啊，我个人是这么觉得，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不同意见呢？因为大家都对 Techie 不太熟悉，根本没有多少人玩过 Techie 的，这个。啊，煤炭总是会缺的，我发现好像。我的 Fraps 每次录完一段视频，就每次录完5G 的视频，它就会自动卡一下，这就为什么大家在看我视频的时候，会有一些视频中会卡顿一下啊，对，就是分段了一下。我最讨厌苦力怕了，这苦力怕有各种颜色的啊，蓝苦力怕，什么绿苦力怕，绿苦力怕是最。最常见的。挖矿这个游戏要挖很久的。我考虑我不可能在一集之中就把挖矿所有都放给大家，可能分两三集左右。像怪物这么多的话，挖矿肯定很困难，很困难。好啊，被我打死了。那斧子也是个像剑一样，也挺适合砍东西的。啊，是砍人啊，这个就是 tin 了啊，这中文是锡吗？不太清楚。不过这些东西看上去很像钻石，总是会蒙骗你的眼睛。好几次都，我刚刚就差点以为那是钻石。哎，混蛋！有弓箭嘚瑟了。我是没有斧子，我不能嘚瑟。啊，回去先做把铁剑。回来了，你给我做了把蓝宝石剑吧，蓝宝石剑看上去挺酷的。没有蓝宝石，是绿的。没有木棍了。绿宝石剑，你跟我斗，你别跟我斗。绿宝石剑的效率和钻石剑的效率应该是一样的吧？这里游戏里面 copper 几乎和煤炭是差不多常见的，比如说金这个，金其实在这个游戏里面也挺值钱的，不像在原版之中这么稀罕的东西，然后几乎没有什么用，这就比较郁闷了。你有时候想用到它的时候想用，不想用到它的时候怎么找不到？前面有一只骷髅，我有多少骨头可以喂给别人？或者说，我可以用它来做，来做骨粉。刚有骷髅两个，神走位，神走位，神走位，你们对射呀，你们对射呀，神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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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，神走位了。